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继续裸装上阵。这边有一个楼梯可以下去哦。等一下，我要看上面写什么了。就罗罗，好的。所以趁他们要冲过来的时候，我赶快往上爬。在那边是一只狗，一只狗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。我的剑上次有去强化了一下，大型棍棒，结果这只狗好像还是要砍两刀才会死的。哦，这个，这个东西怎么感觉好像很恐怖的呀？恐怖的样子。这个调查真的没问题吗？用吧，用吧，用吧。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亮起来了？哎，我这边还有。哎，那这样要干嘛？这样要干嘛？那个脸是干嘛用的？哦，这个我倒是还不知道哦，这东西到底是。怎么回事？原来是隐藏门的意思啊！月亮钟楼，哦，OK。前有矮人，矮人会怎么样？矮人会打我吗？我看见很多矮人的尸体了。哎，嗨！哎，我是。公主的钟，所以我如果上去的话，你要来打我是吗？白雪公主啊，我就是王子，你还想跟我说什么？哎呦，撕毁就撕毁嘛，有什么关系？免得我等一下冲上去，他又冲上来打我。哦，所以这个誓约就是应该是我只要带着这个戒指，然后有其他玩家到这里来的话，我就会被直接召唤过来。然后召唤过来要把那个给打死，三人行万岁，所以上面大概又有所谓的三人行吧，这边可以跳上去是吗？可以跳上去才有鬼，还是要从这边跳过去的，那怎么可能跳得过去？那算了算了，三人行万岁哦，前有近身战啊，在哪里？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在这里，哎呦！他是护卫吗？还是？哦，矮人护卫，我真的来了！哎，我也是，我也是护卫啊！喂，跟你说我是护卫，你又不相信？是什么鬼地方？那我上去看看到底上面会是什么状况吧。我这边有一个矮人在这里，一个而已吗？还是对面那边好像还有一个，所以总共会有两个。看他要不要过来吧。远方那个不要来就好，这个来就好了。过来。他好像不能背刺的，可能他身高不够吧，不能用背刺的方式背刺他。雷很有用，前面有雷，这是一扇雾门呢，可是又有这个挡着，可能是要那个吧，
先启动什么机关吧。就让我来看一下吧。啊哦！哦！！Oh my god！再就是这边上去之后，会有三个吧，三个矮人的样子。能不能设法帮引诱，把他们引诱过来？然后，哦，先捡尸体，快跑！看清楚他们的样子。快跑，快跑！哇，哇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！还会射箭的，还会射箭啊！不要闹了！哦，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个在这里！哦，真糟糕，真糟糕！天啊！双手持剑。也是要试的哦。不过看他们好像不是那么会进行防御的样子啊，也许我上来之后，因为对付他们必须要尽早先把其中那几个先解决掉，所以我想我应该还是双手持武器，对，上去之后马上要先解决掉几个人。看他们会不会下来？好像不会。让他们射箭射他们，不能，这可麻烦了。上去之后马上就被打了。是要回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了吗？哇，这怎么打？就是冲上去硬拼吗？看来只有这样了。好，冲上来硬拼，来，来，先捡这个，砍这一个。哦，原来这后面还有。哦。好的，我的样子已经越来越凄惨了，头发已经掉光光了。这个状态之下，最好的就是赶快使用一个人像了。不过这样就是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我进那个中塔的时候，会不会有其他的玩家冲过来找我麻烦？因为变成活人之后才会被人入侵嘛。我会不会一进来就被人入侵了？要守卫中塔的会来入侵我，其他玩家就麻烦了。哦，这矮人有没有这么难打的？挥剑都很难挥到他。然后我又要上去这里，哦，天哪！非上来不可啊！
你不尽快把其中几个干掉，然后他马上就会射箭，远方的会来射箭来射你。那个后面还有一个矮人，所以说代表说这些后面都很可能会有藏一些矮人在后面。快跑！先捡尸体再说，其他都不要管。哦哦，马上被射到两箭了，这怎么行？啊啊！那就只能用打了就跑的战术了。他就是不会下来就对了。我在这边他也不会打我就对了。可是我一上来他不是就打我了吗？还是说我可以在这边射箭，射他？他在上面那边啊，走掉啊！看得到他们的影子。天啊！不然就是我得全身穿的厚重一点的装甲。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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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穿厚重一点的装甲好了。重量已经超过 50% 了，你就这样吧，跟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过我不知道这样子到底能够多挡多少他们，多挡多少下他们的攻击哦，砍就对了。哦，他们什么时候会防御的？什么时候会防御的？我还以为他们都没有在防御的。糟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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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，又要来挑战。我得先捡我的尸体啊，应该在这里吧。果然从这边来了，快跑！哦。躲到这后面来，叫他们射箭也射不到我。啊哦，这么近你也射箭？哦哦哦哦，来了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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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已经把他们干掉一个了。天啊！终于是解决掉一个，不过状况还是一样，是我一开始认为的只有啊，我怎么又上来了？他是要去哪里？哦，应该只剩一个了，就只剩最后一个了。就是你，啊哦！为什么没有砍到他？
真该死，终于把他们都解决掉了。拉动这个吧。这样我就敲响钟了。虽然没有人跟我说我应该去敲响钟，下面那扇铁门应该是开啊，然后过去，总觉得这边一过去就是 BOSS 战啊，果然又是头目啊，法术很有用，所以这个头目用法术打，可是我没有法术啊。既然如此，啊，短弓还是拿着好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吧，先进来挑战看看。我有1万多的灵魂呢，还是算了。先让我去升级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终于又回来这里了。其实我刚刚也总共才升了一级而已啊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现在要升级越来越难了。那赶快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吧！居然是手中的石像鬼！哇啊，不是吧？为什么手中的石像鬼在这里会出现？两个吗？一样是两个，还是会有更多？哦。手中的石像鬼居然又出现啊！这不是一代的一代的 BOSS 啊！而且感觉更麻烦了。哎，好像第三只要来了，是不是？果然来了第三只，看这样子好像会来4、5只以上啊！这个二代也太多复数 BOSS 了吧？不要过来！天啊！不要再来就好，不要再来就好了，请不要紧张，请不要紧张，不要再来一个。一代就只有两个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第一个 HP 被打到一半的时候才会出现的。这个居然一次就给我来了这么多个，太凶狠了！哇，又来一个，我就知道。三个，现在又是面对三个。如果刚刚我没有干掉一个，难道我现在会一次面对四个吗？太恐怖了！不要！
这个在吐火，这个在冲我。哎，他跑掉了。得尽快先解决掉一个啊，不然就麻烦了，不然就真的很麻烦了。可是我现在好像已经快要被他们解决掉了，我已经快要被他们解决掉了。呜、看来总共应该就是四只哦，我就会被他冲到。这个好像快死了，一直在那边搞东搞西的，终于只剩两个了。有一个在天空，哦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边要怎么干？这边要怎么？不是，这边要怎么打？哦，啊！哇！又来一个！哦，我怎么没听到？怎么还有一个啊？不要！哇！天啊！救命啊！快点远离战场！让他们过来，让他们过来！又死一个了！到底是要来几个？天啊！死吧！啊！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？没了吧？所以更不能大意了。我大意了，哦，居然还有这招。还有什么招？快使出来！快使出来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哦、解决掉了！我也成功了！我也成功了！哇！居然来了五只啊！不是在跟我闹着玩？哦天啊！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救命啊！啊！看一下这宝箱里面是什么，我都快说不出话来了。指关，这边怎么会有人死在这里的？他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
摔死了。他是不是想说下去会有什么东西？可能是那样吧。哦，这边有一个萤火。这边呢？可能也是就这样摔下去的吧。因为看起来好像可以着陆的样子，可是下去之后又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那何必下去呢？接下来的话可以从这边继续往下走。钥匙，前有敌人，看来应该是继续往这边走才对啊。反正萤火在这里，就解决掉那5个 BOSS，该死！好吧，我们这一集也就在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